来来来，对啊，我那现在 MVP 快点分析挂了亲本了，分析挂亲本了，不耽误时间。你们 MVP 哦，等一下，门口拉一下，于爷上线了，于爷。有数字吗？外边啊，于爷飞机过去吧。于爷还要去拿 buff 哦，于爷还要去洗天赋。好的。我这个法师号品成长，我这个法师号不用品成长，我他妈逼打到现在为止一周 CD 没有浪费，只要出片就是我的，打到现在11个片，上周他妈逼打通了11个片。呀，我都他妈要流水了，我都要。本田霸我好像是 NAXX 没组过你，所以我一直不敢组你，知道？我到流水了，你知道吗？好像是一次都没组过你，我就不敢组你了。部门里面看不到人，都他妈下线了，我在瘟疫区。瘟疫区门口看大的，什么装备啊？对吧？是豹子。我叫你们先洗黄暴战，你们没洗吗？啊，诗人的远方，先打瘟疫三。拉人，门口拉人，别进门。还有谁没进组的？还有4个，我刚才数了，人是满的。去洗，洗了拉你，快点洗天赋去。门口拉一下。无极龙虾，等一下。看一下有没有，还要拿两个人，一个是鱼野，还有个谁啊？没有人没进组。哎，谁在奥格？给我点金。谁在奥格？等会儿还。奥格给鱼野点金。鱼野，我先组你，你看了吗？让那个给你吧。门口有人的吧？哎呦，我的号。战士号在奥格。我战士号给你。可以，先给我10000，等会儿还好吧？有谁？啊，我号上没10000，我以为洗天赋的。啊，那没，我想想，谁在那个有10000的？啊，没事，弹力球给我。你没去读吧？嫖团，今天又是嫖团吗？嫖团吧，不嫖团你哪儿行不？好，嫖团。来组我球球，现在就鱼也没进了吧？取水一号，哎死，天，糟了，我死，真臭！哎，JY没进的吧？手上没盾是你吗？啊，你是手上没盾吗？手上没盾是你吗？你主呀，你是你妈呀，你在抓子吗？卡住了，够了。妈的，怎么感觉千万不是本人了？你把所有腰都取出来的话，你包就不够了。没事。
你法师哦，你把化石给我，哦，你给我邮了化石的是吧？对。我操！我觉得这么多化，81瓶化石，对，我他妈裂开了！化石，你这样，我跟你说，你把化石分一点给你战士，因为你这个法师连一瓶他都是满的。OK。本来我以为你会去用的时候去让他吹。有事儿，有事儿。到了无锡龙虾，我好像没走到它。现在是我无锡龙虾，一直没走过它。现在一个是鱼野是吧？还有没有没进组的？还有没有？除了鱼野，还有没有没进组的？没有，我补人了。你要什么药？好，主校鱼液，主校鱼液。哎，怎么少个奶呀？五个奶，十个，十一个，十二个奶够了。那可以转。来，刚好一个位置。宿舍门口拉着人，宿舍快点，先别急进。那诗人的远方在哪儿？我说，拉下鱼爷，拉下鱼爷，拉下鱼爷。草药满的我有。哦，好像没有，来嘛，你早点睡吧。哦，好卡。怎么这么多？还有点东西，我操，这么多！不是，我都搞得我不好意思，我是不好意思就点。那好像没有。帮你什么忙吗？操了，这他妈都什么？来，燃魔腰带还有七把药。那些啥啥几号这么多石。你把那个大丢了，左下角对这边，我看也没啥。等一下，再拉一个。不要，分配给你。拉一下，门口拉一下那个鱼爷，拉一下无脊龙虾，不要跑，二杠一。药水都带。钥匙也可以丢了。够了，格子够了，还有个东西没买。啊，好心痛呀！我的 buff 在疯狂的燃烧。跟队。哎，兄弟，再拉我一下，再拉我一下。前面踢就我和罗三炮两个人了，前面的踢。啊，我也是踢啊。这是假的。没，那就三个，其他先不要踢。无所谓。哎呀，这个有啥用啊？垃圾东西啊，我看有啥用啊？龙虾知道怎么打吧？大部分 boss， 没带你打过的，没打过，没事，再拉拉不？听指挥，一般来说没啥问题。这是个啥吧？都进了没？哎，拉下鱼爷，拉鱼爷，等鱼爷过来。
哎妈呀！来 Q 啊！那是七团的那个猎人是不是？我不知道是不是，我也不知道。谁啊？那什么 Q 啊？但也有可能不是，忘了。不是那天他打完七团去打琼哥们，他那个插件没关，飙了怪，不是被扣钱了吗？还手里六个 T 号，什么装备？现在 T 没 T 三都是垃圾。哦，纯水源，他中了奖的，我昨天发奖发了一个多小时。进了吧，鱼上线，全部上线。张伯伦分享那里，那个战神分享这里。上，输出。我操，没有格子做水了，有点尴尬呀。七二 B 不就是伽马级黑一塔，你知道吧？借嘴角微翘的飞机。哦，好像是吧，好像大家看到这个 ID， 但人确实满了，最衰不敢单哥知道的。你妈喝一瓶。卢德加把智力分了，再半仙半仙战魔把那个耐力分了。不好吧，47的吧。把小药全部先吃了，合计先不急着吃。合计我先吃。OK， right。来把 buff 上了，把 buff 上。把 buff 开始。食物 buff 吃上了，夜灵鱼汤点一下就有了。法师六 T 三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出别的小尖部位，所以先用六 T 三过渡一下。主手是怨灵，副手是冰龙的。我现在多少法伤？我看一下啊。2.5没用的，现在必须要提三，提三不行，扛了极限伤害。现在九博八，九博八十一。他只是暴击没2.5高，基础伤害命中是大于暴击。来，大家都熟练攻啊，直接起飞，直接我们速通啊，今天当竞速打。来，小福分一下那个标记，接自己的怪，准备开了。好了，那个我骷髅罗三炮，阿子，那个做贼自己不要放炮。哎，把我的怪开了。来，这些扣了，嘲讽团长啊！一次警告，下次5000斤。要换啊！看着仇恨，不要让鱼也死了。我跟你讲，对，上个团有个 T 在这里，让鱼也死了，直接出去换标。不要给混，没路的，仇恨压力很大。
自己标过来，自己标，自己标。有个人标错了吧？有个库那个没人标啊，先给你。等幺幺零上来，先开幺幺零吧。这伤害不行，是因为这个人吃到太多点燃了。你看他的火球术伤害只有26，我的火球术伤害有43，他抢到太多点燃，但在 WCL 专业的统计上面，点燃伤害是均摊的，所以其实抢点燃没什么用。他妈的，是不是本人啊？还没染 CT 啊？打骷髅，打骷髅，不刷血我换人了，好吧？日本人啊，怎么了吗？团血很健康啊。你妈的，别人刷了没蓝了，你们他妈两个满蓝，我日！来，别往下走了。我们穿的 T3 啊，那些人穿 T2.5 在那毛治疗恶练啊，有什么意义啊？哦。来，肖晨，坦克机。那刘老师一号位嘛，老色批二号位，给牛三号位，好吧？哦，开了，老段，开开开开开。死霸入侵者，起来吧，我的战士们！哇，起来，再为主人尽忠一次！点燃放，点燃放，诅咒，诅咒，先解诅咒，先解诅咒，先解诅咒。
你闪现不了，我闪现不了你死了。寒星霸道，不要动。千一的盾都接不到，哦，放两则点来放月，不放月要死。不是，他们喝化石了还行。这把开头那个法师 OT 太久了，然后导致坦克没怒气，我这把都没吃到点燃的。我操，谁给的激活三？我他妈还有激活，太屌了呀！骨折，我。骨折点的得点名表扬一次啊！这情商高啊！法师下来慢一点啊，金仇恨的。我操，16K，你妈！终止你的呼吸吧！起来吧，我的战士们！他妈的！解诅咒，解诅咒，诅咒，诅咒，诅咒！诅咒！OK， 啊，那个小仆先拿吧，小仆先拿。我他妈也拿不下，我看我给谁，我给做贼有没有？做贼？没有没有，我两个哥。我有我有。那些雨中嘛，哦、啊，给烟鱼。那个雨中漫步啊，驱散比鱼月还少啊。那个点名警告一次。哎呦，这你妈串流咋回事？一到8000马力就8000 K 就拉瘟疫兽，拉瘟疫兽。等会儿那个刘 C 一嘲讽啊，老色皮二嘲讽，给牛三嘲讽啊。收到，收到，收到。继续去拉，继续去拉。
回复一下，回复一下。等会到位再 A 啊，不要直接 A。等会那个加了槽再 A， 兄弟们，不然等会清 buff。来，差不多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走走走走，跟着大饼，跟着大饼。等那个，等刘先说了加槽再 A 呀。OK， 马上马上马上。来，交了交了 A。二槽是老色批啊。别急别急，到拐角，到拐角老色批。来，老师们教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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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。三槽是那个给牛啊。来回复回复。清一波怪，法系回复一波，近战打一波，然后坦克满路直接进。细呀、啊，飘船。都是跟刘老师学的。别别别别别。我接出去，我接出去。法系不要 A 啊，法系在这回复就行了。来倒数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进。别急，等他们那个，现在去，现在去。第一波快一点，兄弟们。今天是金一暖
按了是按了是。法师打这个，只要你不是怕你伤害那个进不了分金线的话，就全程火球啊！不要打别的技能，全程火球是伤害转化率最高的，没有之一。什么打火冲那些都只是为了抢点燃，让你在 recount 上的伤害好看一点。但实际上，绝大多数能打那萨马斯的团，如果真的设置分金线的话，全部都会在 WCL 上去看伤害，那个上面的伤害是点燃自己的就是自己的，是毛不了点燃的伤害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就无脑火球就完事了。暗抗暗抗，都先把暗抗吃了，都先卡一瓶暗抗。法师都做一下宝石啊！专业个鸡巴灼烧不补，不好意思兄弟，我的法师不点强化灼烧。云玩家呀，你妈我这种法师还要点强化灼烧？来那个分一下棒啊，那个火大一棒吧。啊，张伯伦一棒，张伯伦一棒，夏夜二棒 ，MQ 三棒，四棒元，哎我操，四棒元素，五棒死灵，六棒张佑，七棒恋人未满，八棒三星水晶侍女，骨折补位一 ，ZZ 补位二，凤梨补位三。那火大就补位四吧。来吧，飘转检查合计吧，药都上了。来，合计都上了，不上合计的抓住半斤啊！踊跃举报，举报了，举报有赏啊，举报有赏。来，能打的大饼集合就位了。药都卡了吧？哎，给我个 A， 给我个 A。马上，马上。谁来喊那个吃包子啊？我只能喊加血。我喊吧，我喊。好了吗，飘子？就位，就位，就位，能打点勾，要卡好了点勾啊，没卡好就那个。好了，给坦克上 Hot， 上 Hot。骑手慢点啊。来吧，5 4 3 2 1走。二六直接去。别上井，别上井，等那个包子刷了再那上井。右面，快点过来，右面，等你们队的牧师。等人，先等人。我到死了。骨折刷，你先补补二 ，ZZ 过来补一把。三队准备，右上角，三队快点。过来补一把 ，OK， 张伯伦，下个张伯伦。四队准备，提前跑，包子在右上角。下个夏夜。紫菱这里，包子在紫菱这里。夏夜。谁没吃到？五队准备，紫菱方向。元素诅咒术士。六队准备。六队，先来打包子，快点，然后再输出。六队怎么又四个？有点慢啊。七队准备。提前过来，不要老四个人过来。死灵，别上井，别打的打的打，
哎，你们点了强化灼烧的，把灼烧补一下呀！我死了，兄弟，我死了。八队准备，八队准备，快点，八队，八队。八队，赶紧帮他们打一下，八队。你等一下再上去那个猎人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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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打打打打！八队。一队准备，一队准备。骨折。紫菱的方向的包子啊！骨折，你补一半。一队，一队，快点！没看到人呢。一队的人呢？Z 队空了，下一个 Z 队。打打打打打打。二队准备，二队准备。二队紫菱方向。需要刷出一下。二队，二队，快打一下，打包子。裂开。活轮，活轮。没吃到鱼。三队准备，三队准备。活狗吧，活狗，活狗直接刷，有厄运这不。三队打包子，打包子了。活狗，你等等等。OK OK。下一个鳄鱼打崩他，加二。四队准备，四队准备。这个我刷是吧？你刷五千了，别逼我了。打的打包子，包子包子，快点！四队四队。下一页。五队准备。凤梨酥，凤梨酥。五队准备。M H 哥哥等凤梨酥刷，凤梨酥。打的打。六队准备，六队准备。M H 哥哥。吃暗抗打崩蛋，吃暗抗打崩蛋。六队准备。打呀，人起来就打。元素之声，元素之声。七队准备。元素之声。下个骨折，骨折补一半，你还有五秒钟，那个直接补一半骨折，你还有暴击。七队吃，七队吃。OK。紫菱。八队准备，八队准备。八队准备了。打的打打包子，八队人呢？八队人呢？快点！张佑哥，打的打的打！完了，我开气了。没有暴击。猎人未满，或者三。一队准备，一队准备。多少血？三星，三星，三星，三星侍女。打呀打呀打呀！第二个厄运啊，自己补弄的。我开盾二队准备。二队的人呢？二队的人呢？直接 rush 直接 rush 了，直接 rush 了，有就加，有就加，给你们打绷带。好了就加。萨满差清毒啊！没差清毒啊！我看你那金蝉组都要被毒死了。毒死了。哇，出片儿了，还行还行，我操，终于出片了，他妈的！现在三个出了一个，今天要求不多，好吧，今天出八个片就差不多了。你妈 ZZ 扣了三个才出了一个，这有什么奖励啊？你妈三个出三个，直接就抱着就是一口，知道吧？奖励扣个金吧。那个粗壮的阿瑞斯举报，一个轻毒都不差，几队上满，直接把那个名字说出来。二杠五的合计啊，二杠五，二杠五是谁？无极逮到半斤，无极龙虾小仆记一下，半斤半斤。哦哦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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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妈大家都上的合计，你他妈合计都不上，什么情况？你吃蛇皮，你妈战渣之术是合计吗？战渣之术也是合计是吧？超人没金买，那没办法，好吧？我们这个规定就是合计不吃的话，就直接就是半斤的。就我买了，我忘记吃了都不行，知道吧？更别提你没买了。来，现在直接强插一瓶，来来来，从工资里面扣，现在给你交一瓶超人。就你扣了还不吃的话，又会继续扣的，知道吧？所以你还是吃划算一点。不是你有你肯定吃的，这团大家都。都
次买的呀，你没金，你没金买，那他妈你没金不是我们不是这三十九个人的问题啊。洛塞布肯定是要上合计的，那三十九个人都说哎，我日你妈，我都没金，那怎么办嘛？这里面肯定有混子的，你这么搞纪律做不了，半斤半斤，再顶嘴就再罚。来坦克飙下怪。哎，龙虾，你是不是故意来搞的？你不知道啊？你连这个规矩都不知道？我日！哎，只有三个梯，要洗一个梯，那个谁啊？四人的远方去洗个梯吧。四人的远方去洗个梯，那个罗三炮，你接骷髅，你接骷髅。那个做贼，你接方块、叉子和月亮，我来接。现在只有三个梯现在。后面。小福记一下那个无极、啊、那个无极欠九百。好的。看了。那两个接出去，这两个我先做点仇。进来个治疗双血，你妈这儿被晕惨。六杠五也没吃啊，那个诗人的远方吗？半斤半斤半斤的，可以。哎，你们是不是第一天来啊？不是第一天来也该知道规矩吧？第一天来的。申请半级，等，上面那个软泥要丢。我操！上次那个没跟合计了，朴老师你一走，他跟我说句他不服。我操！我直接把全金给他了。啊！然后估计以后不组了，我日，真的服了。下次就不组他就行了。不是他这种不吃合计的，还在那儿那个叫的，就不理他呀，就直接给他半斤呀，他 NG 剑嘛，你的妈呀！这两个人还是认错态度较好，知道吧？嗯，对你妈朴团前两天他妈画师拉满的人都半斤处理。我大朋友能不能免个责啊？说实话，这法师认错态度比较好，要不法不责众吧？你们说，算了，还是半斤，该罚还是要罚。没办法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这他妈的老祖宗教下来的东西。不是刚刚那么说的原因，主要是他这哥们是火大朋友，火大的面子要给的呀。你在云贵川这一带生活的话，火大还是不能轻易得罪的。哇，这么大面子！
我跟不上了，小心小心小心，跟不上了。刘 C， 刘 C， 刘 C 九号来不来啊？刘 C 呀、啊？在说什么？我听不到。我说上海，你去不去？不去啊。怕中招啊！你不去谁请客啊？火炸是嘴，我在四川二十多年没听过，你他妈孤陋寡闻了。我一开八千马力他就卡，知道吧？我只能开六千。我也是一开八千马力就卡。你看吧，朴老师都卡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一开八千他上船就红了，不是我的问题。整个遵义市啊，半壁江山啊。啊、你们两个不要左边了，你们两个放左边了，放会儿月亮我接我去。坐飞机吧那个两个。上。先打那个骷髅叉子。不要打我的，不要打我的，放会儿月亮不要打，不要打，不要打。一个人坐两个车不是。我去，要有时间。别过去，别过去，月亮别过去 ，boss 要吐毒下来，要秒人的，别过去。怎么说？直接过还是等波转移？等波转移吧。要等，要等，要等，这肯定要等。那已经慢了。谢 JY 解说送的两个超级火箭啊！这是 JY 吗 ？JY 怎么来给我送超火？但不是本人，但不是本人，工具人上。空军人好像不会玩，刚才死了，洛塞。不是不会玩，好像是，好像是他不在贼队啊，不在上满队，没解毒啊。哎，是他本人啊，他给我发微信的，是他本人。他本人的号，空军人在玩。对，我盗贼号快毕业了，盗贼号快毕业了，就差一点点。来，都站在，都不要下那个绿圈啊，就在上面。哎呀，兄弟们，第一个点杀了，第一个点杀了。胖子接一下，胖子接一下，赢到了。我接。近战去打胖子，远程还是 A 啊。
先把这狮子胖子打。这个、狮的远方，现在骷髅是我的，叉子是那个罗山炮，叉子罗山炮方块做贼，狮的远方月亮，好吧，你有 A 的，给了你 A 了，你自己标了，我给你标了，下一步你自己标，自由不自由。来，都回满回满，法师准备毒条，毒条即行药。花露子的飞机，感谢花露子。来，我数到零的时候条再出去啊。来，三二一，零，毒。鱼爷算过了，这个刀岩道剩两秒的时候，一，来，进行要准备倒数，三二一零。先把那个胖子勾过来吧，是不是还有个胖子？对对，法师准备倒数，三二一，开毒。不急吧，不急吧，来不及了，等一轮，大家回复一下。法师准备进行妖，倒数三二一，读。
来，小蒲，你现在分一下治疗嘛，现在先分一下治疗。OK， 我再调队，真的。你错人了吧，吴奇隆家，你干蜜瓢老师呀？来，法师之前要准备读条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立了瓢塞龙颜大狱，直接半径给你特色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日妈，有图腾吧？死了那么多，是不是有个闪电图腾啊？老有金在牵动，知道吗？条都没出去，啊，救一下，救一下！啊，这些 A 的快的啊，薯片啊，雨中漫步啊，猛 A 啊！这下 buff 没了呀，八四。一队的刷我吧，死灵，恋人未满，张伯伦，你们先挑血的，把小鬼招了，小鬼放过来。那个诗人的远方把泰坦吃了。这个开局没有化石的法师啊，就不要去抢点燃了啊。